Okay, we're starting Munich's story. I had a feeling. Damn it! Like, I need to go back to my stream and get my the dialogue again. Why we chat like this one? Great. Yeah, so I'll get my dialogue from my stream again. How's this one? I know all this. So we have Munich. Charlie. 也不是为了阿尔法，只是因为我，我穆尼克拉永远在追求自己的真谛。 I'm Munich, and it's something. I can only understand a bit. I'm glad I streamed my gameplay. Charlie, 我费尽力气通过你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这里，可你到底想告诉我些什么？系统激活。 生份，老木，欢迎您的到来。记忆序列已为您开启，这是11号，请跟随我的指引前进。阿尔法的新式S型机器人，怎么会在这里？算了，既然是阿尔法的机器人，11号，执行人工接管指令，把你储存的行为轨迹告诉我。还有，不许叫我老木。 好的，老木，但是您需要更高操作权限。如果没有，请依照11号的指引路径通过记忆序列，您将了解您想知道并且应该知道的信息。查理，你准备这一切不会是为了愚弄我们？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样。 教授不是老木。可恶！在我想拆掉你之前，说说你到底有什么模组是我有权限调用的？是雷音最喜欢的摇滚乐，怎么样？11号可以为您提供他全部的曲库。你还是闭嘴吧！我在思考的时候，可不喜欢听这些没品味的音韵。 Okay.
大门上都安装了神经空间漫游装置，开门的时候居然会被强制介入，真是浪费手段。当然不止如此，还有一些其他配套设施，为了防止无关人员误入这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其他配套设施不会是一些毫无用处的机关吧？这些设施也许在你面前不值一提，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至少可以证明您是您，或者您的智力并没有下滑，以便您能对后续的信息完整的理解。虽然陈述逻辑我可以理解，但表达方式还真是让人有一种熟悉的不愉快。
就没有获取信息的权限吗？不用着急，我早晚会把所有的秘密都查清楚的。Okay, just to try first. I'm supposed to use the bike. Alright. 11号建议您可以尽快的按照我的规划路线前进，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四处查看。我来这里是为了调查关于查理的真相，而不是盲目跟随您的指引。虽然你一直自称指引机器人，但是我却没有注意到你到底从哪里出现的。浑身上下都是疑点。十一号，您果然如同我资料库中记载的一样谨慎而严谨，这会让您有时显得不合时宜。 Alright, here we go. The first Red Storm Challenge in this zone.
Woo! Oh, thank goodness. 根据您手机线索的倾向，看来您似乎对前车神查理的生存消息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我当然要确定他是不是还活着，毕竟他发现了 QS 的秘密，这关乎四大车厂的未来以及。但十一号指引您去获得的信息足以达成您的目的了，其他的原因就不是你这种铁脑壳可以理解的
了，您证明了自己。这不过是神经漫游装置里的一堆数据，因为一堆旧的数据能证明什么？能证明您战胜了曾经的自己。您从来没有在这条赛道里取得过类似的成绩。不在赛道上再一次打败查理，我就永远什么都证明不了。Okay guys, that is chapter 1. Short, I have to translate that and see what's this first chapter about. Okay guys,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this one. See you guys chapter 2 next time.